里是 Amy， 今天我要做一个特别开心的开箱视频。有一个粉丝呢送给我们一个小礼物，想借着借给我们的，之后还要还的。不过他很大方，借给我们了好久，希望我们能拍出更好的视频。我先不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，我站起来给你们看一看这个东西，你们可以猜一下这里面是什么，跟他有关的。这里面是一个当当当当，一个 GoPro Hero Session。这款 GoPro 呢是在 GoPro 5之前出来的，所以它可能叫 4.5 吧，应该。然后它有四大优点，第一个就是你看很明显呢，它非常的小巧轻便，便于携带嘛。第二呢就是它有比较好的防抖性，你可以用它去拍一些爬山啊、攀岩啊这种，还有跳伞这种极限运动比较方便。比如说你把架在这里，然后就可以拍。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防水性特别好，可以直接放入水中，然后你可以拍潜水的时候拍，游泳的时候拍出各种美照。然后最后一点呢是它有一个广角镜头，跟那个平面的相机拍出来的不太一样，它的那个视觉会广一些，一张图片可能你可以看到两边的东西，就像鱼的眼睛一样，你的视觉会比较广。至于它具体好不好，我们等一下会测试一下它的性能，期不期待呀？我们一起出发吧。小鸭子，别跑呀！小鸭子，别跑呀！给你们看看湖边的景色。
这个小区叫 Belmont， 他们有一个大湖。Hello， 测试完毕，我们终于回来啦！刚才你们视频中看到的是我用相机以及 GoPro 两种不同的拍摄工具拍摄出来的场景，有我走路的，还有跑步的，以及转圈的。最后一个是我对整个湖面进行扫射过去的一个镜头，有广角的和非广角镜头的。总的来说，这款 GoPro 用来拍广角镜头的东西还是特别有用的。希望你们大家喜欢这个 video， 给我们 thumbs up 哟。如果有更多的粉丝想给我们寄东西的话，我可以很乐意的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，不管是好用的还是不好用的，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可以给我们寄过来。如果你们想寄的话，请发邮箱到这个邮箱，我会回复你们详细的地址。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拜拜。